开始接触滑雪场的话，我建议你一定要来天明山。我们所有的雪道，它的宽度啊，它的落差呀，雪况的这种状态呀，都是特别适合初中级的滑雪爱好者。我们的教练一共有120名，最好的一批教练在公司牌上做上公示。有在招聘的时候，我们要求就是从业至少5年以上，有一半以上的都是由国家体育总局发的那种高级的教练证，从高级、中级到初级，我们都有，可能满足你不同的需要。他们的从保护每一个游客的经验来讲，包括从教学的切入点来讲，他们都非常专业，他肯定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保证让你学会。巡逻队员、救护，这整个系统是非常非常健全的，提供你最安全的一个滑雪环境。你可以到这来尽情的释放，您就撒欢的玩。这是我们的鞋区，将近6000双鞋。这是我们的雪板区，现在总共雪具的话有5500套，今年我们又进了1500套的单板加双板，每年都在更新。夜间滑雪跟这个日常滑雪的感觉是不一样的，尤其是我们的夜场很有特色，生活上啊，它有些不愉快啊，上这滑雪释放一下。我们家也是号称是长春人，吉林省省会城市的家门口的一个滑雪场，飞机场啊、地铁呀、坐公交啊，非常方便。冬奥在北京，体验在吉林，欢迎滑雪爱好者到天明山来滑雪，体验我们的服务，体验我们的冰雪产业的这种氛围，欢迎大家。